吹国气。因为我从小出生在这儿，我今年68岁，我起码在这儿生活了68年了。其实起初啊，对这行不是很感兴趣，但是是老北京的这个很深的文化沉淀，让我非常感兴趣。因为我原来觉得干这个就是丢人，毕竟老北京的传统，黄包车的车夫都是最下等的人。但现在不一样，我现在干这个是不是代步工具，是带你了解老北京的文化，知道吧？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在里边，这是真正的北京的老胡同，到现在有700多年的历史。北方城市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缺水，明白吧？水代表财呀，水代表安静。中国的住宅讲究是什么呀？面水靠山，就说这个地方风水宝地，这是我引以最自豪的地方。不管现在、将来，永远是风水宝地。现在呢，由于夏天天也热，平常呢我们就打到12个气压就够了，12个气压呢也能够承受3个人没有问题，因为天热嘛，它会随着热度再膨胀一些。如果你这时候再打到15、16个气压，待会儿过暴晒的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又再增加1、2个压，它可能会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，甚至有可能爆的可能。我们玩了有4年了吧，玩这个东西自己玩，包括一些朋友也是，以前都是一群打非洲鼓的朋友在这一起玩响板打非洲鼓。晚上我觉得任何一项运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，包括工作什么都是因为你发自内心的喜欢。我觉得无论是人还是事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你喜欢的都值得你去坚持。有的河道是那种，包括说潮白河那边，它全是一棵棵树，水上森林嘛，驾驭着桨板穿梭在森林之间。但是我呢更喜欢我们的什刹海，因为本身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什刹海的边的人嘛，喜欢这里头。所以我看到两岸的风光，每天基本上全天我都在外，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喜欢来到什刹海跑跑步啊。那时候包括晚上很晚才回去，直到睡觉的时候才回去，呼吸着室外清新的空气，欣赏着什刹海两岸的风光，对不对？以前明朝皇家园林的老百姓都不允许来的，北京的水龙脉，你说多么值得你在这儿玩呀。我们结婚有快20多年了，我们结婚，23、24年了吧？我们认识有28年了，一塌糊涂啊，包括考古啊，我爱人从无一句怨言。那有这么一个妻子能够默默的支持你、理解你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放生了吧？啊，放生。哦。啊，我简单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后海冬泳金大爷啊，鸭儿胡同的跳水啊，金牌大爷。此人跳水的特点啊，两个：第一，声音响；第二，水花多；第三，给分高。哎，然后我们打分就高。啊，他等于创建了一个后海冬泳大学，其中有一句校训就是：悠悠万事。游泳为大，这是他的座右铭。冬泳为大，冬泳为大。冬泳为大，冬泳为大。一年365天，天天的泡在这里。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“水上泡，水上漂”。最主要是大爷长得帅，貌比潘安。啊，北京这里是。有一年2016年零下14度，就白天晚上更凉。我们几个后还有7个，徐中午就来了，来了有7君子。后来那个统计以后，太凉太冷了，当天特有记忆。当时没有什么刻意飞着什么的，但是来讲嘛，自己知道啊，自己那个是那种是一种运动，是一种现在怎么说，是一种极限。经常也讲嘛，人说这个，只有感受大自然的科学，啊，你才能那个，感觉到人生的温暖，啊。说经历的，啊，那个隆冬，寒冷的冬天也好嘛，啊，经历完以后嘛，你生活中再有其他的来讲，就可以忽略不计嘛，就可以，还能养成一种坚韧的和境内那种那个向上的那种挺，我觉得挺那个也挺阳光那种那个啊，什么热爱生活嘛，什么其他的哈，还有增加对生活的兴趣。我觉得在我来感觉这样，的确都感受到了。所以以前我去钓鱼去或者是其他的也好，后来哪儿都不去嘛，啊，就喜欢这儿。然后可能八九十，你知道吧？